Magenta color 玫红色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红，加我身上的 olive 加，待会助理会穿黑色。啊 ，cost CTU 36，价钱是62 ，free size 虽然说它是 free size， 可是 SM 的啊 SML 的顾客都穿得到，它的面料是比较轻盈，然后有可是轻盈的来，它是有那个垂直感的 ，OK。 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，完的后面是这样子的，它这是属于比较短啊 ，crop 比较不是说短板，相比那些衬衫的那个长度，它是会来的比较短，可是它就是属于衬衫款，前面纽扣是开的完，然后它前面这个 pocket 很特别，它就是折折了一个这样子的定位的三角形车在那边，然后前面的这个 pocket 是 functional 的，你要比较复古的颜色 ，OK。 啊，就有我身上这一个 olive color， 比较 bright 比较耀眼的颜色，就有这个红色或者是这个 magenta， 最显瘦的一个是待会助理穿出来那个黑海狮蓝 ，OK， cost CTU 36来把上衣的长度啊，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。 如果完全没有大印的话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基本上，如果你跟着我们的尺寸下单了，不超上围不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你穿了不会造成爆纽的问题，上围是这样子，袖子也是啊、袖子的长度就刚刚好把该遮的都遮完了，就对了。OK， 最深的色就是助理身上穿的黑啊，黑完全没有大印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上衣的长度。 虽然是相比有一些比较长的，它来的会比较短，可是它的长度一样是够长，给你们打印 ，OK。来，我去换把肩带开了给你们看先。所以他带走了这个半裙啊，连这件上衣带走啊，非常好看 ，OK。 所以说这身的颜色啊，建议你可以选择。对，你们上班你看这半裙，除了就是说你看你想要搭狂野的，你就不要搭这个上衣啊。这个上衣你搭了，整体这样子你是非常适合走上班哈 ，OK。 上衣 free size 没有拉伸的话，在我身上是有这么大的空间。只要你们下单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穿上去不会有勒，不会贴，或者是爆纽的问题 ，OK。 For L size 或者是小 XL 的顾客啊，只要上围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都穿得到哈。下单打 full color 就好了，这个是 free size 啊。 最深的颜色啊，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。多少米？啊，不够长。接长看你。啊，BFD你的PZP半裙黑色 M， 然后刚才那个上衣你一样是黑色 M 收了。他很厉害改，我服了他。 嗯哼，他还可以缝得这样美。他在学校应该是教裁缝的。哈哈，这是什么？有个名字的，叫什么来？来，我换了这个 magenta color 啊 ，OK。 可以考虑带走。啊，这个 magenta color，OK。价钱是62 ，OK， 价钱是60上到啊，这边。它的面料是很舒服的，它有垂直感啊。这个面料是有那个垂直感，所以它穿在身上啊，它有那个显瘦的效果，它就会这样子垂下来。它不是那种轻飘飘，虽然说它是面料是比较轻盈的，可是它是很舒服、很凉爽、凉凉冷冷的。夏天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它有那个垂直感在那边，然后它该遮的部分都遮完，你衬半裙、衬。 裤子、衬牛仔裤都衬得到，尤其是那些你想要穿的比较 smart casual， 你穿那种比较修裤管的那些牛仔裤，非常适合的，就对了。我身上穿的这一个是 magenta color， 前面纽扣可以开得完。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子扣完整排的话，你可能第一粒你可以这样子扒掉，露多一点锁骨一样是可以的。OK， 就看你自己喜欢。 来，再把上衣拉出来多一次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打印 ，OK。 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。你把上衣的红色收了。Free size 啊，我和助理都是穿这个码。喜欢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可以这个直接带走两个色哈，这个因为就是说这样子的夏天面料，厂家已经说了越来越少了哈，这样子的面料，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是准备秋冬了，秋冬，所以这种你们夏天其实说外国的夏天呢，很多衣服都适合我们。
马来西亚穿，毕竟我们是全年都是属于夏天的天气嘛，所以说这样子的面料确实再多可能多几斤他们就越来越少了，所以说你要找一些比较凉爽上身感觉比较凉爽的面料，可以选择这一个款直接带走几个色。我现在注意讲了，因为有些款式啊，我们很好卖的，我们想要叫厂家补回来，然后厂家跟我讲，哦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已经没有那个面料了，他们已经开始转，他们要换季了，所以那个面料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补不到，所以要找这样子夏天比较适合夏天的面料的，可能这几期还有多一下，多一两个月，可能夏天开始就会比较少，所以它面料会完全不一样。我身上换了蓝色，你要显瘦，可是你不想穿黑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蓝，然后这个蓝一样啊，你配牛仔裤非常好看，可能我就换一换那个牛仔裤也是对的。我换助理，现在穿着那个短的牛仔裤也是非常好看的。OK， 来，我就不换了，待会才换。助理换了我就不换，所以你要来衬牛仔的啊，你可以买这个蓝色衬牛仔，非就同色系这样子的配搭。OK， 我休闲可以吗？也是可以啊。对，我休闲搭就是像我这样子，穿个短版牛仔裤都 OK。来，整体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主播的上班非常时尚的配搭，我这种是属于比较休闲然后水性的配搭哈。所以说这个款式喜欢的话，不要带走一个色哈。休闲上班都可以。就是我身上的黑色，这是什么？Magenta color。OK。蓝色啊，你要配牛仔，配白色的裤子，配这样子的，你要不要同色系的配搭？你配牛仔非常好看就对了。我今天换红色，五个色里面最白的颜色就是这个红色。OK。其实这一个红呢，它一样啊，你这样子配搭下半身配搭一个，黑色的半裙，它不会说太感觉到太露。OK， 记得如果你上半身的颜色穿的比较露，那么你下半身就穿会比较素、比较沉的颜色。它的红不是那种很抢眼的，对，它是属于带点橙红色哈，所以它是比较暗的枫叶红，它是属于枫叶红的那个红啊，是很有夏天的那个感觉。对啦，所以说如果是说你要出国打卡，穿这夏天的感觉拍照，这个也是非常适合。OK， 我身上的红，我穿完所有的颜色了。OK， 蓝。秋天比较适合打卡拍照，秋天主播上那个色很适合哈。你要同色系的配搭，你可以蓝色带走，蓝色衬牛仔来穿 ，OK， 衬牛仔裤来穿。Magenta color 不敢穿的太耀眼的颜色，不敢穿粉，不敢穿红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 Magenta color。比较复古感的话，就有这个 olive， 然后最显瘦的话，就有助理身上的黑色。所以说休闲穿啦，我的配搭是休闲，我是平时上班。OK， CTU 36，价钱是62 free size， SML 的顾客都穿得到，很舒服、很凉爽的那个比较轻盈的来，又有那个重质感的那个面料，有垂直感的。OK， 它是轻盈，可是它有厚度啊。对，这个呢，它是比较它是比较冷、比较凉爽。然后它比较抗皱啊，这一个对，它比较抗皱，刚刚来，你看一下，它比较抗皱的，所以说这个面料一很舒服，上身的感觉非常的舒服，然后是很凉爽，然后最主要是它比较抗皱哈、你看这样子做了啊，再放下来，它不会看到那个皱褶的就对了。给五个色，喜欢的话你可以多买几个色，这样子来配搭啊、然后这样子的款式也会比较耐穿啊，比较耐看什么的，它 basic 的来，可是它有款式，你重穿不同的颜色，人家会感觉到你穿回同一件衣服就对了。同一款式的同一件衣服，好 ，magenta、olive、蓝，
还有助理身上的。来，五个色啊，黑要的话就这样子不下单哈。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是套装啊，所以要找套装的，星期二那个套装8899啦 ，OK， 星期二的套装我们手上的货也应该都是出完了 ，OK， 剩下啊、厂家有剩下一点点加到给我们的 ，OK， 这个套。